苍蝇着胖，变大先生，一根。我们现在在公园。耶！运动的计划吗？不是运动的计划。春节的时候，一个台湾的文化，那个鞭炮。鞭炮。哦。那个鞭炮，太吵了吧！你也好吵。你现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当然知道，那个是很好的文化嘛。还是太早吧。我睡觉的时候，早上啊，突然。很久，台湾人觉得怎样？很吵，对吧？对。所以日本人当然觉得好吵。这个日本人很吵哦。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挑战刚刚鞭炮的声音变吵。我们四个人更买了一些道具，要想办法让鞭炮声变小。我们买的东西是1000元以内的东西。这个应该有用的鞭炮，因为日本人也想玩那个鞭炮，声音太大，所以不敢。但是看这个影片之后，大家也可以。对。那先继续干嘛？这些是我们小时候在玩的水鸳鸯，它非常非常的吵。确认，这个原本的音量。对，对，队长，班长，队长，不是，先把心愿刚开始，这个，你的声音这不是要变小吗？确认 ，BB 而已啊，原来确认，最大的部分是107，我的正常班长是107，这样子吗？现在的记录是108，所以变小的话，成功。OK。剪刀石头布。三。哈哈哈哈。我要二。四。我一。OK。我这次选的是这些材料。那基本用的是这个垃圾桶，这个不是塑胶，就是贴的，所以先放到这个里面。洗衣粉跟猫砂，猫砂，比较细细的，小粒小粒的。然后洗衣粉更细的，我觉得声音就是会反弹比较大声嘛，可是有细的东西就不会反弹。原来如此。对，还有一个就是垃圾桶的最下面就这些洞，所以用这个来保护。完成了，完成了。那我现在从这个鞭炮放到猫砂里面，用擦的，擦好了，点火，喂，哦，没什么声音耶，对，感觉完全。不会吵的。我这个是成功吧？应该有成功。这个很成功。哦。现在的记录是84decibel。很少。变小20。很好很好。厉害。这样的鞭炮的话，我可以接受。应该不会听到家里面吧？不会。对，但是还是有80。还是很重哦。这个的话可以接受。这个84的大小是唱歌的时候的大小。原来如此。那晚上的时候，旁边人在唱歌，就会吵到。哥哥，过吗？过吗？哎，那看你们吧。好。下一个是。下一个。我。哇，真的。这是我买的道具。就结束吗？三个而已。这个要包在外面，然后这个再包一点点在外面。这个是叫消音棉，听说它可以消音。原来如此。对，不是普通的泡棉哦，它是可以消音的。这个很便宜，这才200块。两百，那么便宜。
这个是拿来丢进去的。哦，聪明。然后再把它盖进去。原来如此。原来原来。对。好。好。来小车子，刚刚你的声音比较大，所以再一次不讲话，不讲话，不讲话。哇哦，好小声！现在的记录是79.1。哇，很好哎，有效有效，真的有效。其实那个关的时候的咚声音比较大，还比较大，对，说不定是那个声音。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瞬间爆炸的瞬间是79.1。啊，79.1。对，这个超级厉害。对对对对，哎，这个之后如果真的太吵的话，可以装在家里。所以你在家想要唱歌练习的时候也可以啊，用这个，买这个哈。对，你进去这个里面。然后走进去这个里面，这么小的空间。男生，很长的时候的话，大概六十デシベル，还是很长。那是你现在九十デシベル。所以，接下来是哦，进展。你可以吗？已经有极限的感觉。对啊，对啊，我超有自信。真的。对，还有这样看起来不可爱吧？重要吗？我的道具是。又可爱又方便，好，这样，好，对，哦，啊，不一样耶！刚刚的两位是垃圾桶，对，我的不是垃圾桶，但是看起来比较弱啊，这个有两个，所以这个里面要放面包，然后这个部分放满满的水汽酒，哦，哒，原来是，对，然后盖起来。来得及盖吗？那要不然你试试看，来，你试试看。练习，练习，练习。好。啊，对对。10、9、8、7、6、5、4、3、2，棒！哦，刚刚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危险啊。刚刚好。真的好。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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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有点不懂这变烧的东西，所以外面。啊，原来的。原来的。这样的做法。所谓第六感是指除了视听触味嗅觉等五种感觉之外，一种能预知未来的感应。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充满想象与处处令人惊奇的世界，与其怀疑这些现象的存在，倒不如用一种比较浪漫的角度来观察人生的变化。今天要探讨的，尽管这是一个实际发生过的案例，也请您用人生如戏的态度来品味人和人之间奥妙的牵扯与难以置信的因果变化。純ちゃん、開心吗？没有开心，太麻烦耶，这个方法。OK OK OK。哎！是一个做做饭，对对对对对，直接放水就好。啊，那这个球不用了吧？闭嘴。
哦，很完美吧？你不完美，完全的不完美。先吃钱吧，这个。而且你还有这个没用到哎，还有这是什么？这是怎样？他已经放弃了。放弃了。不是，这样。啊，这样。对，原本这个感觉，对。哦，原本。对啊，不能放进去，因为这个比较轻。而且你不可以有水在里面，不然那个连香它会。吃掉没办法。对啊，可以用油滚的那个。是那吗？这个方块。是吗？对。OK， 这样就好。对。试试看。对，试试看。好。好。那开始喽。真的超深哦，你。真的超级。对。你不要自己包化。OK OK 吗 ？OK。这个现在是六十デシベル。嗯。应该三十。三十デシベル。来多。好。三十。答案是99.1。99.1。原本是大概一吧。差一。哦，变小了。太小了。太小了。其实塑胶应该很大声嘛。然后这个水完全没有用，因为这个已经水的上面。对呀，原本是这样啊，这样的，这样的状态，然后旁边有慢慢的水汽状，这个浪漫，很好的想法。那是没关系啊，还有你啊，我还没修啊，对吧？不然我们加点惩罚好不好？哦，很好怎么减法？最输的要被砸水球。哦，很好哎，有那么多？因为你们已经知道结果。对啊。阿爸，你这样水球很浪费啊，我们就来玩砸水球。现在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战争。OK， 就是一个人。好好，可以。来。对，这个是我的。倒置一样的想法吗？对，这里面放进去，然后盖子，差不多一样。而且你的更难扣哎。有四个，里面的想法太笨蛋了啊！什么很厚的东西包起来，水里面进去，真的笨蛋哎！这个一定要脑袋。从化学的想法来讲，这个八千英变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温度。想象一下，夏天的时候，还有冬天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声音比较大？冬天嘛，没错。因为很冷的时候，频率会放到比较远的地方。哦，果然是理科的。对，所以先把这个里面热一点。然后这个空间的话，越小越好。刚刚俊讲的是大失败，就是这里。空间太大，对，空间太大。哦，已经完了。哦，怎样？好像大声音呢。咦？很大呢，很大吗？看那里的大师，看起来吓到我。啊，真的耶，不好意思，大师。哦，开不了。哇，已经开不了了。里面的压力太大了。对，应该用这个里面的酸素。已经没了吧？对。哇，那可以停。
几率嘛。那三元的分贝是87.4。是啊，是，还可以。所以呢，这一次让鞭炮变小声的大赛的输家是军长。耶、yeah! ，好的。太早了，跟你的军长一样好早。闭嘴！你们真是好早啊！不好意思，那边的大叔笑了。不好意思，已经跌倒了。太棒了，那我们要来接受惩罚喽。好。因为这是军长自己想的计划，结果自己失败了。耶、yeah ！哈啊！太小声了，我听不到。难听，没关系啊，一直洗澡，没有变化。来，对，耶、这个也台湾的文化吗？对，台湾喜欢玩砸水球。我看过。第一个砸中的都是就是喜欢的人，所以在我们三元先好了，我先吗？OK。那我不要让你裤子湿掉了，我让你外套湿掉，等一下还可以脱。3、2、1哇！永远喜欢吗？喜欢，喜欢。你要打哪里？那温柔一点，这边好，这边。好，我最喜欢的部分。来。哇！哇！好，继续啦。好走，好走啊！小声一点，大家用这个方法的话，可以吧？我们超级注意安全拍这个计划，所以大家不要模仿。玩这样的时候要准备水，我们准备水。对。那下次的话，我们再来玩水球大战吧。哦，已经变成计划。下次的话就是剪刀手布，输的人站在这边，然后放这标靶，这边3分，这边5分，然后这边。这边10分这样子，好哦，然后看谁最多分，很有趣，交给你，谁是？啊，三元，好，很好，就这样吧，越大越好，对对对，我比较矮，对他比较矮，没有越有效果，越有挑战性吧，而且你的肩膀比较宽，所以这边3分，没有，连5分，不好啊，肚子不要欺负三元，那这边几分？那不要。100分吧，好，100分，好高，没有掰到啊。好，那今天的影片结束，谢谢大家。好喜欢，好玩，谢谢，很开心，好啊，喜欢，对啊。